森泽，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代神鞋科四2019年的最新复刻版本 Nike Kobe 4 Pro Trail 的详细实战测评。科四可以说是最经典的实战篮球鞋之一，而今年正好是科四诞生的第十年。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十年前的设计到了今天是否还能一战。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球鞋的外底，Kobe 4的外底纹路非常的简单粗暴，就是全人字纹。但是在我这双选秀日配色上，它采用了是普通橡胶底和水晶底的结合。看到这个配置，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果然在刚拿到手第一次实战的时候，我发现它的人字纹表现并不能让我满意。然而在经过了短短差不多两场球的磨合之后，它的抓地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好。磨合好了之后，它的抓地力还是非常的出色的，无论是在室内的塑胶地还是室内的木地板，表现都特别好。最让我惊艳的是它在室内木地板上的表现。在前段时间我在打意大利华人联赛的时候，我就把它当做了我的主力战靴之一，因为在之前适应场地的时候，我就把它带到了球场去，当时已经磨合得非常好了。我发现在木地板上它的抓地力要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所以整体抓地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然而它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的不耐磨，它的纹路非常的尖锐，同时鞋底的橡胶材质又相对比较软，再加上我穿这双鞋打的都是那种强度比较大的比赛，都是硬仗，球鞋的磨损非常的厉害。我从没有穿它打过外场，也从没有穿它踩到过室外的地面上，它的前掌还有后跟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磨损，所以注定了这双鞋它只能用来打内场。下面来到中底，它的中底配置是这双 Pro Trail 争议最大的一个点，因为在球鞋发售之前， Nike 在所有的宣传材料当中都声称这次的 Pro Trail 采用了全掌苏美尔，让所有的鞋迷都非常的期待，包括我也非常期待这双鞋的前掌垃圾 Lunar 换成全掌 Zoom 之后的表现。这双鞋我是在发售的第一天就入手的，当时我还以为它是全掌的 Zoom Air。 我一开始在实战的时候就感觉很奇怪，觉得前掌特别的薄，并不是全掌 Zoom Air 的那个感觉。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不是我还没有踩开，然而当我第一次实战完回家之后，把鞋垫掀起来摸了一下中底，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哇塞，这货居然只有后掌的 Zoom Air。 然而我再往前掌摸，居然空空如也，感觉自己受到了深深的欺骗。然后我又打开 YouTube 看这双鞋的测评，就看到了 Nightwing 那个测评视频，他在视频里面也强烈吐槽了 Nike 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同时由于他在球鞋圈内比较大的影响力，还有视频的疯狂传播，很快全世界的鞋迷就都知道 Nike 这次又耍了花招。 Nike 那边当然也没闲着，一夜之间把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球鞋描述全都给改成了后掌 Zoom Air。 我记得很清楚，这双鞋在发售的前一两天，我在看球鞋发售信息的时候，上面还写着全掌 Zoom Air。 然而在这件事曝光之后，我再回去看，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痕迹了。 Nike 这个黑心的行为必须要拉出来挨打。但是呢，实话实说，这双鞋的中底虽然没有了 Zoom Air， 但是只有单后掌 Zoom Air 的配置也给了这双鞋非常强大的中底性能。首先，既然它已经阉割掉了全掌的 Zoom Air， 变成了后掌 Zoom， 前掌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还原所谓元年的 Lunar 了，因为前掌的 Lunar 是我最讨厌的中底科技之一，它上脚之后打球软不过三场，马上就会被踩硬踩扁，变成一个坑。然而在这次的科四 Pro Trail 上面，球鞋的中底采用了一种非常软弹的 Phylon， 相比于踩两次就扁的 Lunar， 这种优质的 Phylon 中底我觉得是更好的选择。在整个缓震表现上，我并没有感觉任何的震腿，尤其是后跟一个大容量的 Zoom Air 气垫。科比早期球鞋里面的那种 Zoom Air 才是 Zoom Air 应该有的脚感，尤其是四代五代六代后跟的 Zoom 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双鞋的后跟同时具有出色的缓震极限、快速的回弹，还有后跟落地时非常出色的触感。在前掌的地方重心非常的低，中底稍微能踩出那么一点点的脚感，是一种非常贴地且启动迅速又不至于震脚硌脚的感受。作为一双为外线球员设计的球鞋，在我看来它的中底性能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的，场地感优异，前掌启动非常的迅速，后跟到前掌的过渡非常非常的流畅，还有它的中底填充这么长时间穿下来并没有发现它有任何一点的衰减，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复刻的中底是比元年要更出色的。在鞋面的材料上，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可能觉得它的材料还是略显低端，但是在当时这还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材料组合。最显眼的就是球鞋外侧的飞线鞋面，其实它就是一片塑料，里面加了几根尼龙线，在当时看来还是
很有科技感的。除此之外呢，就只有人造皮革，因为这双鞋是处于人造革球鞋和塑料球鞋中间交替的时期，而在这个时候呢，它上面使用的人造革已经是当时非常出色的材料。它鞋头的材料其实很软，质感很接近于真皮了，但是它的耐用性、抗拉伸还有重量又优于真皮，其实是当时非常不错的一种材料。而在当年看来非常先进的材料使用，给这双鞋带来了非常轻的重量。这双 44.5 码的 Kobe 4 Pro Trail 单只的重量是390克左右，在09年科四刚问世的时候，它可是当时历史上最轻的篮球鞋。我们知道 Nike 在08年推出了革命性的球鞋 Hyperdunk， 一问世就打破了最轻篮球鞋的记录。08年的记录到了09年就马上被他的弟弟科四给打破了。然而科四最轻篮球鞋的这个记录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09年的下半年 HyperRise 问世， HyperRise 又变成了当时最轻的篮球鞋。之后呢， Nike 和 Adidas 就在轻量化篮球鞋的道路上杀得不可开交。而这样的鞋面材料又有着怎样的包裹和支撑表现呢？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想说这就是实战鞋鞋面该有的样子。它的鞋面设计材料的运用100%为了实战而生。在尺码的方面，我个人是按照正常尺码购买的，而它的鞋楦在鞋头脚趾的部位是比较窄的。如果你觉得对脚趾的这个地方有疑虑的话，直接买大半码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双鞋的包裹性真的足够好。它的鞋带系统非常的传统，但是它有7个鞋带孔，在低帮篮球鞋里现在算是鞋带孔比较多的。这样传统的系带系统可以带来非常强的锁定，鞋带在鞋带孔的位置不会出现任何的串动。而当年这种塑料飞线鞋面的使用，它很好的解决了传统鞋面因为拉伸而变形的问题。同时为什么说它的材料使用完全是为了实战而生呢？因为它在不实战的时候有一点点的问题，这就要说到它的静态包裹。它并不能像现在的弹性编织面料一样对脚形成一个袜套般的包裹，你在不打球的时候，塑料鞋面下面的某些地方它是贴不住脚的，而在实战的过程中，这种材料就可以给你提供非常紧致的包裹感。在静态的时候出现的小问题，在实战当中是完全体验不到的。但这双鞋在比较新的状态下，前掌会有一点小问题，因为它毕竟采用的是人造皮革，在起初会有一点点僵硬。在前掌弯折的时候，弯折点的皱褶会硌到大脚趾，我在第一次实战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明显。然而呢，我只用了一场球差不多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把前掌的鞋面慢慢磨合开，这种情况就没有再出现过了。我们一般看科比还有其他 NBA 球员在穿科四打球的时候，一般都不会系最上面一个鞋带孔，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打球之前都要打脚，或者是有的球员喜欢穿两双或者更多双的袜子，脚踝的地方会变得很粗，最上面一个孔可能就不需要系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系到最上面一个鞋带孔的时候，鞋帮和鞋舌交界的地方可能会各脚踝。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穿科四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干脆不要用最上面鞋带孔，像科比一样把最上面空出来。然而我还是喜欢把鞋带系到最上面一个孔，这样包裹会感觉更紧一些，锁定感更好，所以我都是用第二种方法。这个方法比较巧妙，就是在你系好鞋带之后把鞋舌往外拉一下，这样的话这个鞋带扣就会被鞋舌的这块皮革卡住，既能露出鞋舌的 logo， 又能把鞋带收得非常紧，还可以解决磨脚踝的问题，所以我推荐大家也能试一下这个小技巧。下面来说支撑性与保护性，这个环节可以说是这双鞋设计当中的重点。为科比这样一个球员推出一双低帮的签名鞋， Nike 是要承受非常大的风险，毕竟当时是2009年，各大体育用品公司都要从经济不景气的阴霾中走出来，这双鞋的出现就是 Nike 想压缩成本的一个必然选择。当时他们已经拥有了更便宜性能更好的鞋面材料，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减少在每一双球鞋上面的材料，之后 N 多年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成本能不能省得下来，就看这双科比四能不能爆。在当时人的普遍认知当中，打篮球必须要穿高帮鞋，因为必须要保护脚踝嘛。这又是一双 Nike 所推出的颠覆人们认知的球鞋。但是要如何颠覆认知呢？Nike 有一个最牛逼的能力，就是拿产品说话。你骂他黑心也好，你骂他偷工减料也好，你骂他各种无耻的营销技巧割韭菜也好，但是人家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强，人家就是能生产出颠覆性的好产品来抢占市场，真的没有办法，好产品自己会说话，同时堵上我们的嘴。 Nike 十年前对于这双鞋支撑与保护的设计，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出色的顶级设计。为了保证这双鞋的保护性， Nike 是真的下了功夫的。新型塑料材料的使用保证了鞋面的支撑性，前掌加宽的外底加上外侧橡胶的上包，外加这个防侧翻脚，前掌的稳定性完全没有问题。接下来重中之重，后跟的锁定，
既有内置的 TPU 承托盘，又有一个外置的非常坚固的承托盘，内衬填充的设计还有后跟鞋楦的形状都非常的合理，球鞋非常的跟脚。然而我们最爱的阿迪达斯十年了都没治好祖传不跟脚的毛病。这块外置的 TPU 延伸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大，在内侧终止于足弓的位置，这个时候碳板就开始接班了。由于中底的内侧进行了大面积的掏空，这块碳板对于中足的支撑还有稳定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一个如此关键的位置，其实这双复刻科四的碳板是非常软的。大家不要以为一提到碳板就应该是一个硬邦邦的存在，这双鞋上的碳板是非常容易掰弯的。但是它的中底支撑与稳定性怎么样呢？非常非常的好。中底的支撑片并不是越硬越好，它需要有韧性有弹性，比如科四上面的碳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我后面那双 Hyperdunk 08的碳板也是有弹性的，也是可以掰弯的，包括乔十二乔十一里面那种又大又硬的碳板都是可以弯折的，有很好的弹性和韧性它才能用来传递能量。然而我并没有掰过元年的科四，如果大家有元年科四的话可以试着掰一掰，对比一下是复刻的硬还是元年的硬。然而复刻上面这块碳板我已经非常满意了，这个碳板在中足还可以帮助球鞋在变向的时候快速恢复形变。然而在支撑的方面，我只有一个地方有一点不满意，就是它的内侧足弓支撑。这双鞋的鞋楦在中足的位置其实很宽，我们从它的鞋垫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位置比现在一般的球鞋要宽了不少，所以在内侧足弓的这个位置下面就是全空的。如果我用原配鞋垫的话，时间久了之后会有酸痛的感觉，所以我在穿这双鞋打球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换成足弓内侧有垫起来的那些鞋垫，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总之支撑和保护性科四做到了，通过科四的成功， Nike 这十年之间省下来的材料费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这双鞋的透气性其实比较一般，它的网眼鞋舌散热效果其实真的非常好，但它的内靴材料我觉得有点太厚了，里面的海绵填充使得这双鞋在中厚部分非常的捂脚。我其实更希望它的内靴是像 Hyperdunk 08一样，鞋舌连着内靴都是网眼的，这双鞋的透气感就好很多。而耐用性的话就比较一般了，鞋面和中底的耐用性我并不担心，然而呢这个外底实在是太脆弱了，即使你是用它来打内场，我也不建议你把它当作唯一的主力球鞋。而在价格方面，我这双是在米兰这边发售当天原价180打九折买的，而这双鞋元年的发售价我记得非常清楚，2009年1180人民币。当时我还很意外，作为科比的签名鞋，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它的价格居然比团队鞋 Hyperdunk 08要便宜。当时 Hyperdunk 08还摆在货架上，价格是1250。当时看着这双鞋在货架上只有眼馋的份儿，真的是买不起。1000多的篮球鞋，在当时的我看来真的是天文数字。当时我在高中，在学校里面就有很多富家子弟穿着科四。当时我们学校的场地都是外场水泥地，我的那些同学们就穿着鞋底儿薄薄的科四在水泥地上摩擦。而10年后的复刻版价格升到了1399，然而10年的这个时间跨度，这个价格并不能算涨价。而在二级市场，目前发售的几个配色价格都在1000出头，这个行情我也说不准。但是以我个人来看，1000这个价格收一双这样的实战好鞋，就是这样有意义的一双鞋，还是很值得的。好了，又到了最后的总结时间。虽然在前期出现了虚假宣传的风波，让大家都非常的不爽，然而这么长时间下来，我觉得Kobe 4 Pro Trail 是一双非常非常出色的实战鞋，即使它的设计是来自2009年，而到了10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我近期实战的首选之一。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意大利华人联赛决赛的时候选择了穿这双鞋，既有性能又有科比的冠军光环加成。今年出的球鞋里面，这双鞋实战性能绝对能排到我心里的前三。其实我之前也一直在想 Nike 跟 Adidas 最近这10年都在干嘛，10年前的科四拿出来居然还能吊打现在市场上绝大部分的球鞋。然而仔细想想，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并不是说现在的球鞋不行，而是科四和其他个别几款球鞋实在是太强太突出了。从整体上来看，球鞋实战性能是一直在发展的。我从2017年开始做球鞋视频到现在2019年，每一年实战好鞋出现的数量还有概率都会比前一年多很多，大部分的主流实战鞋都非常不错，很少有垃圾实战鞋出现。然而如果倒退到10年前，垃圾实战鞋那真的是比一比皆是，只不过是科四这样的球鞋太强太经典，所以被大家记住。一不小心又说多了，最后还是回到这双鞋上来总结一下它的实战性能。外底抓地力在磨合之后非常的棒，尤其是在室内木地板上表现很突出。作为一双外线球鞋，中底性能的表现
几乎完美，后跟软弹，缓震极限高，后掌到前掌过渡非常流畅，前掌场地感好，反应灵敏，启动非常快。鞋面材料的使用非常到位，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动态包裹性和支撑性都是非常出色，整双鞋实战起来非常爽，没有任何的硬伤，只有外底不耐磨还有前掌需要一定时间穿开这样的小问题。最后我给它的综合评分是 A。 这双科比4的成功在 Nike 篮球鞋成功的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说归说，骂归骂，这个公司的确是有它的过人之处，它对产品的研发能力还有经济形势的把控的确是值得其他公司学习的。然而真正使它在十年当中如此成功，赚这么多钱的核心原因其实是它对篮球这项运动的把握。在十年之前，大家还在做那种傻大黑粗的篮球鞋的时候，谁能想得到如今的篮球与十年之前已经产生了那么大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球员的技术越来越好，敏捷性越来越高，传统篮球鞋的市场已经越来越少了。而在十年前，有这种嗅觉能够感受到篮球在发生改变的公司只有 Nike 一家，所以接下来的任何一次技术变革都是 Nike 在引领，观念上的胜利就是 Nike 这个垃圾品牌发家致富的关键。好了，关于这双 Nike Kobe 4 Pro Trail 的详细实战测评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或者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希望大家多多给我点赞、评论、转发。同时如果你想了解我的更多个人动态，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Instagram， 并且在各大视频平台订阅我，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更新。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观看，感谢您的支持。 This is Enz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